这个球打到的是中左外野方向的飞球，上去了。森林王子张泰山也来一支，带有两分打点 ，two run home run， 敲出了这支的全垒打，帮助球队呢现在追回两分呐、啊。张泰山呢、啊、在那边生气了，也开炮了。中心打者靠着先潘武雄一直的安打，接下来张泰山本季个人第七轰。哦，也追上了林奕泉、林志胜、邓志伟的行列。嗯，就打得干脆了啊。所以今天啊，就目前为止看起来，两边的牛棚啊都有一些些的问题。其实投手决定内容啊，投手压制不好的话，就会有变数。接下来史林杰要面对的是邓志伟，又是一个螃蟹球偏高的位置，